算过使用一段时间，看要过两礼拜后，还是一个月后，再来做这个实验，就是你拄只个使用成果。啊，其实拢会当，你要连上七天嘛是两礼拜啊。那如果关于以后我还需要教育训练这一块，哦，你若是讲，安尼啦，我们在我们对另外内容拢是讲红灯教育的时阵，每一节课来，然后我们是嘛，拎着一个可以录影啊，在教学的时候可以录影，我们拎着别的练习的那种，啊，再来就是练习五个录影程式，以及桌面中讲资料啊。你画面拢录起来，总之恁的后摆教育面调查嘛好啦，新人入来就叫伊来看下先，这是我们建议。啊，当然恁阿公后摆做个教育训练，如果只是量测的问题，啊、就是怎么解啊？或者是讲后靠其他电话动过来，帮忙你看，可以交流一下。啊，你既然是学生的，我们配合啊，真正拄着，咱莫讲教育训练啊，教育训练嘞，可能。对。